我们就开抽吧。第一抽没中，好，我预计应该是蛮好中的啦，因为毕竟它是金币转蛋，紫色箱，让大家是可以的。欢迎收看我不科拿铁频道，今天要继续玩的时候 Free Fire， 我要活下去。如果没有订阅拿铁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，打开通知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好，这一场呢，我们要来抽新的金币转蛋，就是这一套板球大师啊。这套服装我觉得有点保守，不过看起来是可以抽的，因为它好像是男生跟女生呢共用的套装，然后它是四件式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它这套有些东西是角色，它好像可以男生可以切换吧？我们试一下。我们先换一个阿罗克来测一下，知道了。啊，这个新的服装，这套服装先不用，大家先不用买，之后可以直接拿到。好，我们现在抽一下板球大师吧。然后我之前大概已经有两抽了，所以说呢，幸运只有60。然后我不知道今天要几抽会中，我们来为大家抽抽看。第一抽是免费，我们就开抽吧。这套我觉得要调整一下会比较好看。第一抽没中，好。我预计应该是蛮好中的啦，因为毕竟它是金币转蛋，紫色箱。哎、欸，没有中，可是都中角色、欸，也算不错啦。又中角色，没有。好，再来，我现在累积很多金币转蛋券。没有。因为他刚刚这不是纸箱，又是银箱，哇，这套有这么难抽？也没有，好，再来，纸箱要出了吗？啊？什么？空头信标？现在是空头信标，空头信标算紫色哦。我现在是。69抽，右上角有血，再来80抽，是中了。好叮，哎、欸，藏宝图也算紫色哦，有这种事情？又银箱，91抽，有这么难中？哇，这么难中哦，因为很难得会有男女双套装吧？哇，这个。有点难抽欸，我现在102抽了欸，等于是减两抽等于100抽。纸箱，这时候该中了吧？啊，萤火是怎样？还两个萤火，萤火有什么紫色啦？124抽，太夸张了，有这么难抽？还是没有啊？135抽，欸，终于中了。哇塞，有点难中欸，我花了135-2,133抽左右吧，抽中。好，然后各位你们几抽抽中呢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啊。我觉得有点非洲运欸，感觉上金币转蛋之前有时候10抽就中欸，这个算比较难抽一点，穿给大家看吧。它应该在礼包里面，有。好，穿起来是这样，哈哈。板球大师，他是板球大师，头盔像男生看还可以啦，只是说这套服装比较像棒球服的感觉，然后还有编号。我们换女角穿穿看，女角穿的话，我觉得要稍微改造一下才行。欸，这个感觉头不行啊，他这头这样太丑了，因为头发变成小短发。搭裙子好像还可以哦，这个裙子可以哦。我先把它换回来，我换一下头饰给你们看，看大家觉得可不可以，有没有救啊？这个不行，要搭，我觉得搭，哎，同色系这可以，要帮你头饰不错，这个搭起来好搭哦，这个章鱼就不太对了，哎，这个好像也可以，这是有点棒球风的，哎，卡洛琳原本的是最好看的、啊，哎，这个也不错，因为它有蓝色，企鹅好像不行，好，等一下我们来打一下团队突袭啊，我先看一下哪一个字是最适合的。等一下呢，来跟大家分享。
这个也不错。好，我们来打团队突袭看看吧，测一下看哪一个是最好看的。OK， 好，我现在有点爆皮的感觉。我现在最后搭配的是这个，药药邦尼兔的。怎么那么卡？我现在按不了。有人在蹲，我现在动不了。为什么？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刚刚动不了。这样大家是可以的。18号，队友跟我说一样。好，出发，出发，第一场。团结力量大。等一下你看一下有没有人哦。队友，队友，18号，18号想要七龙珠里面的一个，这个18号，生化人。有敌人吗？不是啊，那宠物是不是？刚好出现一个东西红红的，该有敌人趴在那边。左方，左方。已经倒了，下面有一个。残血。也被打下去了，这一个。倒。要用全体耶。等一下，我先捡一下东西。哇！哦，卡剑。我先补下血。等一下救他，看他可不可以爬过来一点。好，爬过来一点，爬过来一点。快，再过来一点。OK， 可以救到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哇，敌人又来。等一下。哦，碎。好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刚好队友站在角度。行。好啦，我觉得这板球大师呢，这样搭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了。MP5 把它买起来。好，头盔。第二场 MP5 就觉得很不错了。现在萝卜蹲了，好，加油加油！我想要有点想直接冲了，直接冲好，直接冲中间。没看到人。有人！抓我们加油下，我来抓他。我跑很快呢。我已经失去方向了，有时候下来下面像迷宫一样。没看到敌人啊。有。前面有个敌人，瞄太高，残血，可恶，这有一个，已经被打倒了。沙漠之鹰，你都有倒。凝胶面好像有一个。等一下，等我来，我来了，我倒了，直接被打倒了，还一个人，楼下看有没有人，那个凝胶没人啊，哇，有人，被他偷打到，嗨 ，OK 走，散弹枪行啊，我拿到散弹枪了，结果我是 MVP， 哈哈。为什么结果还杀一个而已？好，再来，可以买防装就没问题啦，香菇给他买起来，全班萝卜蹲，没什么东西可以丢留着好了。把宠物关了，这样搭我觉得还不错看啊，只是比较没有那么性感而已，可爱风，小兔兔啊。我们现在2-0，我们不能被逆转。通常第四场要最小心，连胜三场的时候，因为第四场他们就有钱了。看一下啊，他们家好像有一个，下面有人，可恶，他太快进去了。家里那边好像有人，哇，也是兔子啊，哇塞！不好意思啊，兔子对兔子，只是我兔子头还是比他好看一点，他那个是方块兔啊。剩一个，先把血拉满，但是他也被偷到，幸好有拿散弹枪，散弹枪就是近距离爆发力超十足啊，团队突袭，散弹枪真的是不错。前面是有人，我现在有时候看宠物都以为是敌人我就把宠物关掉。
队友的宠物也像是敌人，有时候因为他的东西在动来动去嘛。这是有一个啊，魔狼，哎、欸，这刚刚是宠物吗？还是人？还是我们队友？大家都在找人，现在是个四个找一个的状况啊。这叫第五人格，四个人打一个监管者的感觉。没看到敌人，到底躲哪去了？中间吧，中间这有没有？哎、欸，睡家里，哦是哦，收掉了，3-0啊！哎、欸，我又是 MVP， 可能伤害比较高吧，因为我拿散弹枪。再来，手榴弹给他拿起来。好，有4架手榴弹。哎、欸，没有倒数啊，奇怪，为什么没有倒数？想到不是有倒数3秒会爆炸吗？冲冲冲冲冲！我冲左边好了，左边这有时候会有敌会偷。哎、欸，但是我看到人影，破绝了！哇哇哇！哎、欸，我被谁打到？来了，乖乖倒地啊！后面有一个，还有一个人。我加还快，加有点快。真有一个，哎、欸，队友过去、欸，哎，没炸到，我掉了。哎、欸，引导嘞，这队友收掉了。哎、欸，队友怎么不把他直接收啊？他不直接收，如果他有那个强心针会拉起来。后面是有一个、啊，哎、欸，有人呢、欸，下面有人，真打得到吗？老卡五郎，哎、欸，我在后面，冲起来喽，冲起来喽，看会不会出来？哎，我刚好跳起来，我刚刚打他头，应该最后一个，逼他出来，哎，直接收掉。好的，吃鸡，耀耀帮你吐加我们的反抽大师。OK OK， 帮队友报仇啊，没问题。这样大师是真的蛮好看的，就是比较可爱风，少一点性感。我之后再把它搭性感一点。18号啊，哦，结果我是 MVP 耶。好，其实他6个，有队友杀一个，3个。好，我们是直接大军压制啊。没问题的。好的、啊，今天呢就是穿这一套啊，这套金币转蛋刚抽大概花了133抽左右抽到吧。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几抽抽到，不过这套好处就是它是男生跟女生都可以穿，就是你抽到后呢，男角女角可以切。如果你服装很少的话呢，这套还是可以抽啦。然后你这次把它调整下，像我这样搭配就不错看了吧，变兔子头，还蛮漂亮的。好，今天游戏呢就玩到这边。然后如果大家喜欢哪些影片的话呢，可以把你喜欢指定我，打开通知铃铛，后面我会继续要 FIFA 攻略情报。也记得订阅我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、哪尼频道，追踪我的 Twitch IG 粉丝团，搜寻我不喝拿铁或连结都在影片下方就可以找到我咯。也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见，拜拜。